Vivi 今天这套呢非常的适合出去跟男朋友约会，因为它这个蕾丝呢看起来非常的浪漫，然后还有一点小露性感的瓶口。那它这个肩带呢是绑带的，是它的带子有这么长，所以你可以自行的调整你喜欢的长度。然后它这个袖子的部分也是做这个缩口蓬蓬袖的感觉，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浪漫。尤其是这个绿色的，就是蒂芬尼绿，它非常的清新的颜色。那下面呢